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请观看由我们精心制作的刺客信条幻景主线流程攻略之四，联系起义者。在本期视频里，巴星姆来到巴格达的码头区，找到了曾经帮助努尔工作过的贝西，并一起研究营救阿里和其他被捕起义者的方案。有耳为实，你说需要我的帮助是为了让起义继续下去吗？没错，钱财对推动大业至关重要，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来源，我们就搞不到钱。你看，听说城里有优秀市民赚到了不少稀有珍品，巴西姆，只要把那些珍品给我弄来，我就给你报酬。你的装备看起来有点破旧，再见了，巴西姆，真主保佑。去展示前方的道路吧。我们都是同甘共苦的兄弟，只要是有一人倒下，身边的人会扶他起来。那边在鼓舞士气的人，也许就是贝西。我们被追杀孤立，但是我们还在这里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们的斗争就会继续下去。磨好手中地剑刃，祈求真主的指引。今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来到码头区，听到有人在进行鼓动演说，巴星姆猜测这人就是贝西。你是贝西，我是努尔的同伴，你认识他对吧？认识，上次见他时他正被人追赶出城，他还活着吗？他差点没命，但现在很安全。命真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巴辛姆。很好，巴辛姆，
你身上除了那把切黄油的小刀，还有别的武器吗？你也许该去找一把大一点的刀。为什么？你们是要去救阿里吗？还不行，这里只有我一半的人，其余的都被关押在前面的港口那里。我们人太少了，没法发动正面攻击。如果想救出你的人，就得谨慎行事。我会悄悄过去，让其余的人埋伏起来，护送我们解救出来的人。你们这些人思路都差不多，但这计划确实不错。巴辛姆出手帮助解救被关押在港口的贝西手下的人。他已经利用老鹰扫描整个码头警戒区，标注出敌人的位置。鸟瞰四方吧，恩奇杜。
get to the dock. Find Bessie. Don't getting away from me! Get away! There you are! Good one! Oh, that is the last. I must regroup with them. Ah!
救下了贝西的手下。巴辛姆和贝西在码头碰面。巴辛姆，你简直像猎犬一样快啊！我只做了我该做的。我们将一同清除这座城市的祸害。那你要找的就是食尸者了。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，但谁也没见过他。关于他，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？他会把哈利发国的敌人抓起来，让他们在沙漠中挖掘，这里面包括了囚犯、起义者和劳工。至于是想挖些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些人是在几周前和阿里一起被抓的，本来已经注定要死在沙海之中，但阿里被带去了别处。他们给我们做了记号，然后把我们分开。阿里被分到另一组，他们想从他嘴里套出你还有你朋友们的消息。能让我看看这记号吗？你怎么想？阿里和努尔差点就能找出食尸者，所以才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只要找到阿里，他能带我们找到食尸者。这是一种办法，但还有另一个法子。我会冒充俘虏前往这些挖掘地点。Are you mad? 你疯了吗？固执而已，这给你。这有什么用？这是西德玛代币，知道其价值的人会尽其所能帮助你。我会让这些人到北郊的水魔方汇合，那是起义的据点，随时欢迎你前去。愿真主保佑你。你也一样。西德玛代币是游戏中的一种道具，以后完成支线任务一般都可获得代币，利用代币可以在任务时进行雇佣、贿赂等操作，方便潜入。本次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 ，See you。